就是要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刚刚主要是今天主要完成四个，一个是第一个背景图，第二个合成吉祥物，第三个送春，第四个新年快乐，反正就四个地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送春怎么做哦。特别注意哦，吉祥物其实可以关掉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它了哦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送春10哦，然后那送春部分特别注意哦。哎，这合成照这个也先把它关掉好了哈、哦。那这个就把它合成起来，好、哦，给 PSD 档、哦、把它存起来。好，然后OK， 接下来送春、哦、首先第一个，它题目里面要求就是先把这个图层名称、哦、改成叫送春，一个减的符号，哦送，这个图层点两下哈、哦，送春。黑哦，送春这个哈、哦、好，先把名称改一下，然后做什么呢？我要在上面多一个白色，那怎么做白色？按右键哈、哦，特别注意这边有个复制图层，名称叫什么？送春白 ，OK 哈、哦，这边的话给它一个白哈、哦、，OK 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这个送春黑上面会多一个送春白，但是它现在还是黑的，所以你需要把它变成。白色，那怎么把它变白色最快哈、哦？但你可以用刚刚之前用选的啦，你可以把它选起来填颜色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优，对，还有更优的哈、哦。OK 哈、哦，那怎么选会比较快哈、哦？你在送春白前面这个图示上面哦，记得哦，游标请你停在这个送春白前面的图示，按下滑鼠的右键，这边有个功能叫选取像素。那所谓选取像素，因为我们这个送春黑的背后是透明的，啊，除了这个那有颜色地方就是所谓的有像素地方，我把它选起来，你会发现哦，按右键哦，选取像素啊是最快的，可以把这个范围选完。那怎么填成白色的呢？在编辑里面有个填满，啊，刚好用过哈，哎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刚刚有用。可以用填满哈，编辑填满哈。填满的地方呢，请你把它改成白色的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就是把编辑填满，然后填满之后改成白色，按确定，这时候变白色，对不对？那选取区域其实哈、哦、已经不需要了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选取区选取里面取消选取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上面的这个图层就变白色的，背后的图层是黑色的，所以你如果眼睛闭起来的话，白色眼睛闭起来。就变黑色的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做出的效果哈，类似什么像这样，那其实它的关联性啊，后面有一张黑色的送春，跟上面这个关系怎么样？哎，把送春白有没有移动到哪个方向呢？左上的方向有没有？哎，其实就可以有那个效果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把这一张图呢，用移动工具哦，稍微往左上一点点，哎，有没有出来了？有没有？哎，后面那个黑色就看，那因为它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是两个图层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而且是一模一样大。所以哈、哦，如果你把它盖上去，哎，它基本上就只有看到白色的，看不到黑色。所以哈、哦，移过来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移动的话，用滑鼠移动哦，很容易移动太远。所以哈、哦，有个方法，其实除了用滑鼠移动之外，你一样切到。移动工具哈，你可以按滑鼠的左键两一二三，大概按四下吧。那往上一二三四，哎，这样会比较精确。或者你不要移动那么多了，大概移动了三下吧。我刚刚除了可以用滑鼠移动之外哈，你可以用键盘哦。我现在敲键盘，键盘中间位置有没有会有上下左右？你也可以配合那个键盘上面的上下左右去移动它。好，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、哦、把这两个做一个什么按合并、合并也可以，或者把它连接了、哦、如果你不合并，你可以用连接。那选的方法是按 Shift 键，再选取送春黑，再按右键，这边有个连接，或者合并都可以了、哦、我们用连接好了、哦、连接的话比较可以看到细节，因为合并之后两个变一个、哦、你没办法再把它拆解了。好，把它连接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那个刚刚的那个档案上面，所以刚刚那个档案的话，我刚刚我102那一张，我把它存在D碟，因为我刚刚把它关起来，
这一张哈 ，OK， 那怎么样把它搬到102 这一张里面呢？你看，放在上面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刚刚做到的哈 ，OK， 那怎么样把它搬到这边来呢？你可以记得哦，先把它连接或合并之后哈，按下滑鼠右键，这边有个所谓的复制图层，因为刚刚有同学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，我要把这两个图层。 搬到哪里呢？搬到这个102这个吉祥物这边。那搬的方法啊，特别重要，其实就按右键啊，可以用复制图层里面。他会问你说，哎，那你要移动到哪一个文件啊？那我这个文件名称，我刚刚有把它存档了，存档名称是102，所以是102PSD这个，按确定。这个时候你切到这边来看一下，哎，送春就过来了。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搬到哪里呢？ 搬到大概是左右上角的这个位置，至于详细的位置，你可以切到那个 TIFF 这个，哎，有没有 TIFF 档这边看一下，哎，位置好像已经还蛮接近的，有没有？不过好像还差那么一点，不过已经很接近了哈，差只差在中间这个新年快乐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请各位哈试一下送春这部分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